你们两个想干什么？就是我的家，我就是这些黑社会抚养长大的，他们是我的家人。你在想什么？我们是警察哎，你这样我们就帮你解手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一点了？如果发现你跟这个案子有任何的关联，我跟你讲，这会是你人生最大的污点。新教授谢志科，谁有钱会把枪拿走啊？在你没有确定谁是可以相信之前，千万不要把我告诉你的事情告诉我。一定是有人偷了我枪就把他杀，这摆明是陷害我。你不觉得太巧了吗？不要碰我！你开枪啊！杀了他，跟那个死已经没什么两样。让你放弃警察的身份，你做得到吗？好娘！你的心里面在想什么，我都知道。我没关系，现在你难过，我伤心。关这个时候不要把我推开，就够了。你了解过你哥，你知道我的过去吗？如果你看到我以前的样子，你敢保证你现在还敢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吗？难道不知道过去的你，我就没有资格喜欢你吗？难道我一定要参与那些，我才可以进入你的世界吗？没关系，让你该得到掌声。
得到的成绩不是你。你干嘛还要爱他？你是我见的一面吗？你想骗人不怕猜。